这世界上代志就是这样子哩。君袂当趁这个机会成长，伊嘛会当见证，什么是真正的爱情。就参像你甲万清月感情同款，你明明知影伊接近你想不到，你也是不顾一切去爱伊，就算家己规身躯伤，你嘛不要紧，敢不是？现在你的感情就高贵，我就下贱。所以这次，我绝对袂放弃我家己的幸福。就算头前是地啊，我嘛会甲东京做伙跳起。真正是安尼哦，下死下贱啦！啊，我管他你是要跳楼、跳花，是要跳海，我随在你啦！你搞亚杰兴我啦！你是凭什么找我讨？王亚杰大人大正啊呢，伊是安怎搁学袂晓保护家己？若是要怪，就怪伊家己，无选好时时八字。伊若真正出什么意外，迄拢是注定，拢是伊的命。你拢是有够暴气啊！你伤害亚姐，你搁糟蹋，你到底有良心无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生这死的嘴皮，是为了亚姐，为了你自害，为了你妈妈，还搁有聊天可怕？你高估着人对你的期待，还搁有爱，你想什么资格做人的亲人啊？伊明明就知影我的身份啊！我敢若需要一个在我背后支持我的查某，还唔过啊？伊煞三番两次抽我的后脚。害我的两位拢产生我无通做啊！伊完全无咧带领我这个红色的前途，还够生死，我当然嘛替我家己找活路啊！你搁咧后面讲啊！世界上哦，上欠牌的人就是你这款人啦！你会当替亚杰讲的，是安怎我袂当替我家己讲的啊？你的查某囝就是宝，别人囝都死不了，我嘛是有父母的呢。阮爸若是知影你这个老反贼安尼对待我，伊绝对甲你拆家落房的啦。还佫有阮妈，你过去嘛是受到伊的照顾，敢是？结果你煞安尼对待伊的后生，你安尼做根本就是忘恩负义啦！你有甚物资格讲这款话？毕业前拢大家拢唔知影你做了啥，伊就会当继续讲白贼，把你的罪行拢送到牙尖。事实就是，亚杰发现陈东俊甲林子倩就是海星杜光亮的凶手。陈东俊伊甲亚杰会去报警，会破坏伊的前途，伊就心挂了瘫痪，对亚杰还动手。伊的目的就是要让亚杰永远都无安尼讲话。海星杜光亮这个秘密，跟亚杰做伙跌落去海底。你是凭什么啊？替亚杰出气啊？甚至连你啊，该什么时阵实在我拢唔知影啦。你是凭什么出手甲我搞死啊？啊！哪里我做个出手哦？拢是你，拢是你害。子谦，子谦，子谦，啊！我不准你给我断气！王亚杰遐尔急迫，想要做些心理黑心的代志，啊！不过伊不应该用智力，也靠文静甲东俊拔掉的。海东俊的人生，除了有成就压力以外，我忍受心内的孤独。伊若是真正遐尔势利。伊就应该放手，让东旭自由，让东旭可以追求伊的快乐。伊才是最自私的人。我唔准你安尼讲亚姐，这二十几年来，因为所有的权利，伊都是咧支持陈东旭，伊做好伊做假后的身份，
虽然已经知影，你陈东君，你有权有势了啊！你规个心，规个人拢变款了，变到遐尼啊现实，变到目中无人，变到为着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伊嘛对你无放弃。伊为着你要爱囡仔，伊忍受着痛苦去做试管婴儿，伊就是希望讲伊有囡仔了后，可以当挽回你的良知无？结果嘞，伊是咪？叫你这对狗人都把你糟蹋去！是先害囡仔老去的，伊这做妈妈的，无照顾好家己的囡仔。虽然讲我对伊真切心，对伊嘛真失望，啊，不过我阁骂过伊一句啊！什么我得你的囡仔？我什么时阵害死我家己的囡仔？你竟然不知亚杰阁有心啊！陈同学，亚杰到底对你偌切心？伊阁有囡仔这好消息，竟然无愿意让阿三知影？你是咧讲啥？我两个可怜的金孙啊！我可怜的金孙啊！恁的意思是，亚杰呛水落来替我妈挽水草的时阵，伊的腹肚内就有囡仔。我竟然用我要抱我的囡仔的双手，害死！张军。清清，别为难他，老虎伯一定是知影你一心一意想要有家己囡仔，才用这种白草来骗你，你唔通相信他。我今麦总算知影，原来这陈东君是安怎会走成甲这么厉害？哦，身躯边有你一只鬼嘛，在那耳孔边。安尼一直找枕头风，该看你对你戆戆啊惊，戆甲亲像害死家己的母仔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亚姐，那是有囡仔，伊是安怎不爱跟我讲啊？你卖是不是用真多阿婆来跟我打击了？证据啊！证据给我提出来啊！那证据？好你啊，妈！警方在海边啊，捡到亚杰包包啦。亚杰真正是有灵有邪呢，虽然讲伊无伫个啊，也毋过伊也是坚持要把伊的衣物送倒来阮的手头。替恁这个可怜的囡仔，留一张在世证件，唯一的一张相片。是你甲亚杰还袂一个月的囡仔，伊都有心跳尔，都叫你害死啊！那有可能？亚杰求这囡仔求偌久？啊？你连予伊甲你讲一声，你已经要做爸爸的机会都无。你猜我有偌恨你？我真正……你就算是死一百遍，我都无得打我的鬼，你知无？
老大，老夫人，是的，我知影我今麦做过较济，嘛无法度补偿你啦。不如就用我一条命来陪你。你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啥？阿哥，这种事情我哪会记？哪会我跟你提醒？你刚跟我讲的话，跟他死你，安心上路。天地行，你一定爱受天公伯好的报应。都是你，是你把我杀了一路后退，你都是想要搞我害死的杨秋，都是你。我给我。这个囡仔好有气啊！阿婆，你竟然还是我你阿乖，还是还有好媳妇？你不是啊！阿婆，你袂当你老白讲，袂当你无聊啊！你还当出误会我？我妈不是会晓讲白菜人？我嘛不是迄种会害你妈妈遐尔恶毒的人。你别阁骗啊！你把我阿妈送落去的时阵，伊的手抓着你的衫裤的钮啊，伊的肩胛内底嘛有你的皮屑组织。我为着卖学冤枉好人，我有去做 DNA 鉴定报告，结果呢，确实就是你。你今日代志变空，你对三阿妈到病院去，阁想要对阿妈的电梯内底注空气，要甲伊害死。这证据我会交予警方，到时阵看你阁有啥物话通辩解。陈东俊。你若继续吼信任这个查某人，我看哦，你规日即马去死死的啦！因为你早晚死在伊的手头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阮妈是我的对手，你啥都袂来做。我无。我是阮妈生下来，辛辛苦苦长大的，无伊就无我，无采我这样相信你。你为着要证明你家己的清白，独立家己一段迄个时阵，我的心痛到要死呢。我甚至讲要痛破面，想袂到你真正是要害阮妈的凶手。是我做的。